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了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啊。我要跟耿说，我没有一天不爱你。总之我只是要说，请大家帮我照顾所有我想照顾的人，然后除了抱歉还是抱歉，对不起，但也来不及了哈。老婆，我这辈子为什么还会遇见你？如果没有遇见你就算了，可能我还年轻，还有很多路可以走，可以重新来过。这么好的女孩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帮忙，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，我活该。我只是想要用这些影片提醒大家，有些事情它会结痂，但你要把它掀开来会流血的，何必呢？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啦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啊。我也想要留着胡子秃着头就上去，这是遗传嘛， DNA 啊。好吧，我还是最对我爱的人跟我爱的人说抱歉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这几天大家在群组讲东讲西的时候，我也是很矛盾，我也没有觉得很享受这一切，七嘴八舌的，三姑六婆的，唉，很棒，表示你们都是坦荡荡的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